第一呢，肯定也是很荣幸能成为香港队一份子。其实，在去年的时候就很想来香港队这支队伍嘛，因为毕竟这个队伍就是很年轻。然后呢，最后一场常规赛的时候，香港是把我们给绝杀掉的。我当时就想，香港确实就是一个，不管是输还是赢也好，就是在场上始终属于那种积极的防守的那种兴奋的状态，我很喜欢。对，下个赛季我对自己的期望就是防守吧，然后能尽快的融入进来，然后我也希望跟上年轻人的脚步吧，能尽量去帮助队友，哪怕是篮板多抢一个也好，还是掩护成功一个也好，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贡献吧。